月7日，你好生活周深录制转场饭拍，终于有新瓜了。周深到了烟台市京剧院，蓝色衬衣配白色休闲裤造型，出现在山东烟台录制综艺，看见工作人员就率先鞠躬打招呼的深深号有礼貌，好可爱。周深这次所穿的半袖是什么牌子呢？8月7日，周深微博 IP 地址变成了山东。周深。